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都灵网络新闻。接下来为您带来这个星期的消息。都灵市政府和其他70个市政府部门联合开展了一个计划，即在2010年年龄未满15岁的儿童可以参加一些活动，而且是免费。他们可以去体育馆从事体育活动，参观有关文化的一些活动等等，所有的这些都将是免费的。此项计划将于1月25号开始实行，详细信息可以去所在分区查询。12月21号，青年移民志愿者与都灵市政治综合部负责人伊达库迪进行了会谈，针对志愿者提出的问题，解释了关于多文化融合方针，如何使移民更好地融入都灵社会。以及这个部门处理移民问题的工作经历等情况，也针对都灵市未来10年的发展提出了意见，以及关于为何招收移民志愿者这个计划提出的目的、原因和目前进展的状况做出了说明。关于这个视频，可以在都灵的政府网站上查询。Mi sembrava assolutamente sensato e ovvio, proporre un'esperienza di servizio civile volontario anche ai ragazzi torinesi senza la cittadinanza italiana, di estendere questa possibilità. Io, finché riusciamo, sono perché questa esperienza diventi normale e ordinaria. Quello che mi piacerebbe è che il servizio civile nazionale riconoscesse ai giovani senza la cittadinanza l'opportunità di fare servizio civile. 西藏自治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10日上午在拉萨开幕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2009年西藏经济社会面临着极为复杂严峻的形势，但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，西藏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扩大内需、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政策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。较好地实现了保增长、保民生、保稳定的目标。从今年开始，国际文化中心与阿塞协会联合开展了一项青年中心计划，提供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与其他人互动的机会。青少年可与朋友一起参加艺术文化课程，一起娱乐等等，有兴趣的可以报名。时间是每个星期二15点到18点，地址是 Corso d'Alando 160号，咨询电话是011-4429-713，011-4429-740。户口登记处开展了一项服务，在网上申请文件无需到户口登记处，只要你居住在都灵即可。你可以申请居住证明、婚姻证明、奖学金证明等等。但需要事先买好邮票，按照操作步骤提示完成申请，即可立刻获得你所需要的文件，无需额外的手续费。详细信息可拨打绿色咨询电话800-450-900。以上是最近的消息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